合作签约仪式由台铁局主秘陈玉谋与 Kato 公司社长加藤浩一同签署。 Kato 公司除了带来先前制作开发的 N 龟火车精密模型于现场展示，也以影片展现 N 龟火车精密模型的动态运行。此次合作双方将致力共同推动铁道模型周边的发展，也期盼能推出令人惊艳的台铁 N 龟火车精密模型，为铁道模型爱好者们带来更多惊喜。我们这一次特别选中跟 Kato 合作，是因为他在我们铁道模型界他是占有非常大的一个分量，因为他的工艺水准还有他在世界的通路，他都有占有一定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地位，所以我们特别跟 Kato 来合作。我们这一次选的是三千型，我们也是希望说 EMU 三千型这一个车型在这一次跟 Kato 合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开始把这个三千型推广到全世界去，达到我们这个商品的开发的另外的一个更高的一个效益。那除了这个三千型之外呢，我们将来其他的新的这些车种也会陆续来跟 Kato 来进行合作。 EMU 三千型这个车型，它上面的饰条有红色，有这个还有其他的这种颜色，绿色等等的这其他的颜色。那这一次也是这三款我们会先进行来合作来开发这所谓 N 龟的这个三千 EMU 三千型的这个模型。因为铁道模型的这种商品呢、是一种就是比较高端的一个商品，那它的这个主要的它的效益啊，其实它很大的功能是在疗愈，它是一种疗愈的一种商品，不仅仅是一种这个模型而已。所以这一次我们透过这一种跟 Kato 的这个合作，我相信我们在铁道迷的这个市场不再仅限于现在我们既有的这一般比较平民化的这个商品，在更高端的这个市场上，我相信也能够开拓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市场。签约仪式现场，台铁局还邀请彰化县竹塘国中及永靖高工带来由学校师生制作的铁道模型展示。模型曾参与 Kato 公司主办的全日本高校铁道模型大赛，每一件都获得日本模型大赏的肯定。台铁局也希望未来能吸引更多铁道迷以及火车模型爱好者一同分享铁道模型的趣味。EMU 三千哦，EMU 三千的话，基本上有四种颜色，再加上彩色的嘛，是特综合色。那目前我们就是说，全部的颜色是有准备要生产，但是日期还比较困难回答啊。然后再加上有可能会再做特别的入门套组之类的产品，因为价格的话，其实现在要说出来是比较有点困难，只是说社长可以说至少在日本国内提供的 N 轨火车同等价格，不会因为说国外的就比较贵。 Kato 公司首波预计于113年12月推出 EMU 三千红线基本组、增节组、 EMU 三千绿线基本组及增节组等四项商品，后续也将推出 EMU 三千其他色款和入门套组之火车精密模型组，为模型爱好者们带来更多美好的铁道模型体验。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